现在请诸位看一看我们的经文，总随我道，以智实身归于清净法生佛，以智实身归于千百亿化身佛，以智实身归于圆满报身佛。这几句话呢，就是以我们现在的肉身的身体，是父母所生的身体，来归于法身佛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，法身佛啊，就是法性身，就是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间，一切空间呢，一切时间的佛，它并没有一定的形象，而无处不在，所以叫做清净的法身。那么千百亿化身呢，是以福的悲愿，为了要度众生，所以出现在不同的众生的群众之中，不同的众生的层次，见到不同的佛的形象，不同众生的类别，见到不同的佛的化身。所以有千百亿种众生呢，就有千百亿的佛的化身，这随类应化，随类实化，有教无类，而显现不同的身份，这个叫千百亿化身。下边呢，圆满的报身，就是佛的功德是圆满的。什么功德？他的持戒、修定和智慧，还有他的解脱，以及解脱之后所产生的度众生的功能，一共有五种，我们叫做无分法身。而显现出来的功德呢，这个叫做报身。他那个报身功德已经圆满了，这谁给谁看呢？第一是他自己享用，所以自己的存在就是以五种法身而存在，以功德存在，并没有一定的身体。可是呢，为了度化摄应呢，已经解脱了的大菩萨、大阿罗汉，那就显现了报身的身体了。报身有它的一定的国土、一定的形象，显现在哪里？因为有国土、有净土，也有种种方便呢，在一个国土里边继续的度众生，显现改已经呢初地以上的菩萨。所以报身佛它是圆满的，没有缺陷的。化身佛是跟众生呢，凡夫的众生是差不多的，不过比凡夫众生要好一点。法身佛是没有一定的形象的，但是我们以实身的凡夫如果亲自见到佛性的话，这三种身，这三种佛的身体都可以见到。你们看不到化身佛吗？有没有见到过化身的佛？有的人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这个话是没有错了，佛经里边是怎么说的了？
因为地球的众生只能够见到释迦牟尼佛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了只有80年的历史，然后他就涅槃了，又不见。而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的想要见化身的佛啊，时时刻刻都见到的，我是，你们每一个人也都是，你们相信吗？只要从你的身上啊产生呢一种佛的精神和佛的力量、佛的慈悲和佛的智慧，你这身上产生几分钟、几秒钟，而对另外的乃至一个人有用，你就是化身的佛。不过呢，化了几秒钟、几分钟的而已。释迦牟尼佛一化就是啊，是80年呢、啊。我圣严法师也在化，在我讲经的时候，大概就是化身嘛。我一下坐以后，哎，好像不是嘞。有时候对你们来讲像嘞，有时候不是。那所以我们人间呢，处处都可以看到佛，而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佛。如果对你产生了有慈悲的功能和智慧的功能呢，那就是把它当成佛吧，那就是佛的化身吧，这样子可以接受吗？可以接受。那你是不是呢？应该是，如果不是要赶快学习哦。诸位知道禅宗是顿悟法门，在禅宗以外的经典里边都说，要见报身佛是初地以上的，叫做法身大士菩萨才能够见到报身佛。还有要见到法身佛啊，那只有为佛与佛乃能自知，就是只有佛与佛之间互相见到法身佛，不可能一个凡夫啊的肉身呢就能够见到化身佛、报身佛和法身佛三种都能见到。可是从禅宗的观点或立场是主张了顿悟，只要我们能够一时当下一时间把烦恼全部摆下，而清见自心是空，清正自心就是佛啊，自心啊、自信是空，自心就是佛。诸位听懂吗？一个是心，一个是什么？信啊，自信是空，自心是什么？是佛。这个时候就能够三身同时见到。很重要的这有一点呢，就是我们凡夫要体会到化身的佛啊，心外有，心内有。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是能够啊认同佛菩萨的悲愿，认同佛菩萨的智慧，我们的心就跟佛的心相应。这个时候你自己，也就是我们自己当下就是啊人间的化身的佛。相对的，只要有人他是啊具备着佛的悲愿、佛的智慧，哪怕他仅仅只有一句话、一个动作、一桩事表现在我的面前，
让我感受到就像有佛的智慧有佛的慈悲的话，他就是啊化身的佛。所以这个化身的佛可以在我自己的心内，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心外。如果我们真正是学佛的人呢，我们时时刻刻就应该体验到自己是化身佛，应该呀、啊、来体验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好多好多人在好多时间呢就是化身的佛。而且化身的佛啊可以显现种种不同的形象，能够给我们得到利益的，不管它是正面的让我们得到利益，而反面的让我们得到利益，我们都应该把它当成呢是化身的佛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应该觉得就是身在佛国的净土里边了，因为自己就是佛，外边的人也都是佛，那么多的佛，那不是已经是在佛国净土吗？所以我们要建立人间净土，必须要从这个方面呢，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呢，去来体验。但是，请诸位不要自我陶醉，自欺欺人，自己骗自己，自己是化身佛，在自己骗自己，所有的人都是化身佛，那自我陶醉，那有问题，那我们这个世界就要混沌，就要混乱，就麻烦了。我们呢，心中要有慈悲心，要有智慧心啊。但是我们的世界呢，还是世界哦，应该要处理的怎么处理，还是要应该怎么处理哦。不要说看到哦，这个是个佛，那一个是个佛，人家已经拿了枪要准备打死你，要抢你的钱，你说哦佛来了那你还跪下来把你所有的财产奉献给他，哦你来救我了。真正有慈悲有智慧的人呢，应该有个原则啊，要用慈悲来关怀人，要用智慧来处理事，人和事把它分开。对于那个人，我们以慈悲心来关怀他；对于这一个人发生的事，要需要用智慧啊来处理的。智慧属于理性的，慈悲啊，好像是有一点像感性的，不一定是感性，就是说不要以嗔恨心来处理人，我们还是以照顾他关怀他的心呢、啊、来处理那个人的事人。但是对他这个人发生的事必须要非常的理性的非常有智慧的来处理，否则的话那不是啊自利益人，而是变成了什么自害害人。下边我把它念下去。善知识，是生是舍则不可言归，向着三生复在自性中，世人总有为自性迷，不见内性外觅三生如来，不见自身中有三生佛。汝等听说，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生佛。此三生佛啊，从自性生，不从外得。这个告诉我们呢，是我们自心自信。如果自信已经自己见到了的话呢，那我们已经有了智慧，有智慧的心那叫做自信。如果自信是迷的话呢，就是没有智慧，
当我们没有智慧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见到啊。我们内在的自信呢，就是具备着如来的三明身。如果我们已经呢有了智慧，自信已经开悟了，而且见到了自信，那三身的如来就在我们的心中，没有离开我们的清净的心，也没有离开我们呢自己的本来的自信。这个很不容易懂，但是如果我刚才讲的那一段自信了解了的话，应该可以要懂了。把《坛经》盖起来，太难懂了。现在我讲容易懂的啊，佛在哪里？看到没有？有没有？那心外有没有佛？有没有？有人说有，有人说没有，都对的。我们一定先要皈依心外的佛，在没有皈依三宝之前呢，我们根本没有听到过什么叫做三宝，也不知道我们自心之中有三宝。当然先要先皈依三宝，先呢接受三宝，是从释迦牟尼佛说的法而得到消息，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心里边就有具备着三宝，不但是三宝，而且有三种福的身体都具备的。可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，哎，没有开悟的人或者没有成佛的人，这是只能听到说，只能够信其如此，而并没有真的见到。因此我们一般的刚刚开始接触佛教的人，还是要相信呢心外有佛，那是最可靠的。信仰佛教也要有层次哦。第一，要相信心外有佛，有菩萨，有鬼，有神，什么都有。我们信了佛以后，是求佛求菩萨来保佑我们，希望有护法神来护持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啊有求必应，逢凶化吉，这是啊有所求。求什么？心外的佛菩萨，心外的呀这个护法神的护持保佑。这个对不对呢？对，正确的，这是第一个层次，应该是如此的。一直到我这样子的人，我虽然老是讲无相无相无相，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也求，比如说很久不下雨了，我也会念阿弥陀佛，念观音菩萨，希望啊下雨。我们要找一块地找不到，结果我们就持大悲咒啊，就找到了法鼓山，这也是求。到了我这样的程度，应该没有求了吧？但是世间的现象，我们呢不能够不顺从世间的一切的自然现象，如果不顺从的话，我们自己就会麻烦。所以第一个层次是有求的，那完全否定有求，这个是啊不切实际的。所以今天你们诸位菩萨来，不要一下子要见法身，一下子自己就是化身，一下子所有的人都是佛，结果那你回家以后就颠倒了，就看到一只小狗，哎，这个大概就是佛吧。
众生都是有福性嘛，有人来到我们龙禅寺都是有求的还是无求的？有求的啦，一个是求福报求平安，另外求佛法也是求，是不是？是有求的，那心外是有要求的，然后从有求而慢慢的呀，自己修佛时间久了，自己的程度慢慢的提升了，就要知道无求才是最正确，才是最究竟彻底的，唯有无求才真正的我们得到大的解脱大自在。这个观念呢，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来。